三藩市农历新年大巡游是由西南航空公司赞助播出。新年快乐！最美好的时光要同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分享。咁啊，睇睇现场啦，大家都同现场的亲朋好友共度欢乐的时刻。新的一年呢，一定是充满了欢愉和喜乐。哎，我们的 Family Cam 是不是有做什么特别的美光的这个技巧的处理啊？大家都看起来都好漂亮哦。对啊，见到是星岛日报、星岛中文电台花车。咁啊，星岛日报花车上面咧有佢哋2017年度嘅星岛亲善小姐啦，同埋好运财神同大家拜年啦。财神就唔见，不过见到有一对嘅金童玉女喺度啊。是啊，咪后边有一个喺度拜紧年嘅海报。星岛日报是1938年在香港创报，服务全球华人的中文媒体。1975年，星岛在美国三藩市设立第一间海外分社，随后陆续在全球各地都开设了分社。1996年呢，在湾区开设国粤语广播电台，好像我们两个也都曾经参加过、加入过。中文学者之友会，他们来自 College Park 小学的1至5年级的学生和老师，再加上这个的这个普通话组织普通话的成员，他们利用这个鼓声和这个迎接狗年的，他们打的这个非常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鼓啊。对，这应该叫凤阳花鼓吧。是啊，凤阳花鼓啊，是哦。我小时候跳过这个舞啊。难学的啊。对啊，伴随着鼓声，小朋友也会等一下呢可以看到他们表演功夫哦。哎，早两天呢，我们新闻呢其实是访问过他们的。访问过他们、啊、访问过他们啊，因为就是有一些学生啊，这是今年是最后一年参加，因为他们要毕业了。哦，那就有些学弟学妹上来呢就是参加，所以是有点依依不舍。是因为每年都来吗？是啊。中文学者之友会成立目的就是为中国人口日渐增加的 San Mateo Foster City 校区推广中国文化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Reno 财神花车。看到财神花车，大家心情都会特别好、哦、因为大家呢来年都希望能够金银满屋，财运亨通，做生意的生意兴隆。这台花车是由 Reno 三家赌场所赞助的，财神就坐在玉宝座上，身边有大大的红包跟大大的金币，还有前面有多多的美女。这就是财色兼收了。哎，是哦。麻烦的 graphic 的同事可不可以再改改财色兼收花车。对啊，财神爷呢是在正月初五下凡间，所以通常做生意的人会在初五的时候选择开市。是啊， Mills High Mills Go Zhong 好多年都没见他们，但其实他们每年都参加的。嗯，这个舞龙队成立了超过20年哦。是啊，咁啊呢一条龙咧系啲学生用一啲嘅啊尼龙啊纸币啊纸板啊纸板啊咁样，但系都非常之冇得有声有色啊。龙的颜色我们可以看到是红色跟金色，这个也正好是他们学校的颜色哎。所以平常到他们学校去看到，就觉得好像每年都在过新年。系啊，去到去睇下，咦，就系红色、金色咁样喎，可能是、啊、学校本身就是一个过年嘅学校，对啊，充满喜气嘅。是，而且这条龙最初是学长们亲手制作的，这么多年来呢，每一届学生都会去贡献哦，要保养跟改良这条龙，所以这条龙上面有非常多届学生的心血。你唔好睇佢哋中學生喎，其實每位上嚟都非常之有動感啊。PG&E 太平洋煤電公司花車以呢個花燈啊、炮竹啊、金龍設計，充滿咗中國特色，咁好有新春氣氛㗎。車上嘅小朋友咧係嚟自 West Portal 西門小學嘅學生。咁啊，剛才咧就見到佢哋嘅踩高橋啊嗰啲咁樣啦。而另一批比較年幼嘅小朋友咧，就坐喺呢部 PG&E 花車上面啦。哦，年紀小都可以有車坐。年纪大的就要自己踩高跷啊，还要踩高跷。PG&E 每一年也都参加这个新春大巡游的活动，他们也跟社区内不同团体合作，带出他们所关心社区的信息，非常引爆在我们社区里面。是啊。
花车设计都非常之靓啊，好大个2018嘅字，亦都有嘅灯笼喺中间，充满咗中国特色之同时咧，亦都咧系金光闪闪，寓意来年咧，亦都系金光闪闪啊，璀璨美丽啊，亦都大家都发大财啊，咁样啦。小朋友坐在花车上面有啲好开心喎，一齐同啲大人一齐喺度挥手。远远的看，真的金色跟红色的搭配是最亮丽的。抢眼啊，广东人我哋所谓嘅。原来个零字咧系用个灯笼嚟示意嘅。接下来的队伍是三藩市 KIPP 预科高中乐队。KIPP 在湾区不同地区都有分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来自三藩市 Bayview Hunters Point 的学生。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演奏，包括有鼓乐啊、喇叭、小号啊等等，都会有在这个乐团里面出现的。任何音乐经验，但是经过学习跟不断的练习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在现场表演也是非常的相当的不错。我呢队咧就是美国妈祖庙，每一年都有参加，咁但系咧就唔系每一年都喺电视出现，今年又再出现啦。咁佢哋系1986年成立，咁啊湾区妈祖庙咧系台湾北港朝天宫嘅分支嚟噶。我看起来就觉得好亲切哦，因为来自台湾嘛。大家可以看到带头的两位木偶就是神童护法，一个是千里眼，一个是顺风耳，这两位呢是妈祖身边的随从。咁啊，传说妈祖系观音化身啦，喺海边嘅渔村咧，就系保佑渔民平安嘅。妈祖巡游咧，系为众生带嚟平安。妈祖巡游所到之处咧，都可以被保佑得到噶。即系我哋而家呢个经过呢度咧，我们也会被保佑到嘅。三藩市保佑保佑得到，我同你又被保佑得到。也有啦。其实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是渔民了，可是呢，每年这个妈祖巡游哦，他所到之处呢，大家都非常的欢迎他，因为呢，反正不管什么年代，不管你是什么职业，风调雨顺跟四季平安，都是大家想要得到的祝福嘛。是啊。而且你看他们现在跳的舞步多么现代啊！澳门有一个妈祖庙啊，是不是同一个？马葛。马葛。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妈祖跟马葛吗？应该不是吧。好啦，我哋睇到咁多嘅巡游，稍微休息翻阵。休息之前出现第六道联赛，大家留意住啦。最后一道喽，赶快仔细看。发财元宝，一个好意头嘅名。材料最主要系发菜、蚝豉同江瑶柱。由于呢啲食材都需要浸泡同炆煮，制作时间会长达3个钟头。三藩市农历新年大巡游是由西南航空公司赞助播出。道地饮品全力赞助 KTSF 26台在三藩市华埠街会的摊位，在此恭祝大家在狗年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对加州而言，您的 SUV 够聪明吗？ You can actually turn it on. 当然，如果它是 Ford， 可回应您的触控，可反映车后方的状况，并助您一臂之力。Ford Escape H 和 Explorer， 这就是加州式聪明。租赁一辆 Explorer XLT， 每月只需$359。欢迎光临 ZTDubbyForNow.com 或您的加州 Ford 经销商。Hello, I'm San Francisco Mayor Mark Farrell. I wish all the viewers of KTSF a happy and prosperous Lunar New Year. Chúc đại gia.新年快乐！车子我看到这里了，他跟我说不熟。哎，什么情况？我15分钟没到。Wait, wait. Go on here, listen. 麻醉风暴二，每逢星期一晚上8点 ，KTSF 26台。
世界大不同，体会国情不同所碰撞出的灿烂火花。话题遍及世界各国文化差异、异国风俗、语言学习经验、婚姻生活等。WTO 姐妹会 KTSF 26台，每逢星期三晚上八点钟。各位 KTSF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娱乐漫谈的主持人周乐，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节目的爱护与支持，敬祝各位新春快乐，心想事成。东华医院医疗体系全体同仁，恭祝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东华医院医疗体系，一个专为你同社区而设的医疗体系。我们的医生、医院和保健计划携手合作，视你的健康为追求的目标。东华医院医疗体系，一个独特的综合医疗体系由此诞生。东华医院医疗体系全体同仁，恭祝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欢迎来到我们三藩市农历新年花车巡游的现场。刚才已经看过六道年菜了，六道年菜都出现了，哇，看起来真的好好吃哦。这一家这个怡景丽宴是在 Alameda 是吧？对，那天拍的时候怎么没有通知我呢？我都冇份去。你也没去啊？下次一起去吧。见到是 Macy's 的花车，上面有2017年度的获选佳丽和2018年度的参选佳丽在这里。他们在 Macy's 赞助的花车上，花车是以樱花作为装饰，象征着年轻和美丽。咁啊，今年嘅华埠小姐啱啱喺星期四过去咗啦，咁啊，一间佢哋嘅全美华埠小姐嘅得主冠军咧，就会喺一间另一部花车出现咧，就会接受我哋嘅访问嘅。等一下会出场哦，会访问。今年的得主呢，特别值得一提，因为他是来自我们旧金山哦，就是李万丽 Jasmine Lee。UC Berkeley 毕业的高材生哦，哎呀，高材生，每年其实这个得奖的佳丽，他们的学历都非常好。哦，系啊，因为真系其实佢哋即系参加选美咧，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讲咧，就譬如话，参加选美真系虚荣啊，或者乜鬼，但其实佢哋唔系嘅，系代表参与社区。咁你作为一个高等学府嚟讲咧，系需要佢哋去参与社区嘅。对，是非常重要的。好，接着看到的是 Irvine 高中部操乐队。他们今天演奏的乐曲是来自摇滚乐队 Stick 的歌曲 Mr. Roboto。 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尔反高中的音乐课程在全国的排名是非常高的，校内有管弦乐队、爵士乐队、敲击乐队跟合唱团，课程呢有吉他班、钢琴班等等。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音乐课程曾经三次获得 Grammy， 就是葛莱美奖的荣誉哦。好啦，我哋见到由发达谷大赌场赞助嘅花车，上边坐住嘅就系2018年度嘅全美华埠小姐。Jasmine Lee 李曼妮小姐，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2018年度全美华埠小姐，来自三藩市，现在毕业于 UC Berkeley 的 Jasmine Lee 李万丽，马上呢就可以访问到这个刚刚出炉的全美皇后了。我们将个时间呢交给现场二号台的 Claudine， 看看她一会跟李小姐呢倾一倾偈，马上就会听到她的访问。What a whirlwind couple of days it has been for you. What's it like to be in this parade tonight as Miss Chinatown USA? It's super exciting. I'm so happy to be here and so honored to represent my hometown of San Francisco here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Parade. I'm so happy and so excited and hope everyone's having a great time. We're having a great time. You know, you grew up here. I imagine you've watched this parade and you've watched Miss Chinatown come to this parade. What's it mean for you to be Miss Chinatown USA and represent Chinatow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ll, this has been a childhood dream of mine since I was young. And in fact, I was able to watch this parade when my sister competed and won in 2010. So we have a fun legacy here in the family, and I'm so honored and so happy to be able to represent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here in San Francisco. I know, it's amazing that it's a family tradition in your house. It is!
what do you want your message to be for people who are seeing you up on this float? You look gorgeous, but you Thank also you. Have a message. What do you want people to know, and what is your message going to be for this year? Well, I am a software engineer. I studied STEM in college, and I want young girls to know that it's okay to do both traditionally girly things like dance and theater and pageants while also enjoying activities that are traditionally male-dominated, so something like engineering, for example. Absolutely. Incredible role model. Enjoy the rest of the parade. Thanks so much for chatting with us. Thank you.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you, too. Okay, Fatjoy. So really incredible. You know, she is gorgeous sitting up there. A great role model, though, for all those young girls out there who want to pursue STEM and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Really fantastic. We'll set it back. 好多嘅三藩市長大嘅小朋友，譬如話全美華化小姐啦、代理市長啦，仲有Wing Wu 同埋 Gordon Chin 之前見過啦，都係嚟自三藩市長大嘅。都是我們 local 的。而且剛剛這位 Miss Chinatown， 感覺真是內外兼修，內外兼美哦。係啊，其實今年嘅巡遊咧，仲有咩特色咧？就話我哋今年嚟咗一條新嘅金龍喎。新的金龍。每一年咧都有一個嘅壓軸咧，就係我哋嗰條河水金龍咧。今年呢條咧係全新嘅，啱啱嘅。 上個星期五就做了一個點睛儀式，我們先來看看啦，看看點睛儀式，希望大家能夠出來看看這個 parade， 能夠看看這條新龍是象徵我們唐人埠的熱鬧和長人埠的好運。我們金龍點睛，下一節就會出現的了，一會兒回來再見。 三藩市农历新年大巡游是由西南航空公司赞助播出。ReFirework 大赌场在星期六2月24号庆祝农历新年，同我一齐迎接九年嘅来临，观赏传统舞狮表演同埋迎接财神嘅访问。喺晚间7点到8点有热座抽奖，喺9点到10点一个幸运嘅会员将有机会抽奖，直到赢奖为止，现金奖高达88,000蚊。 俱乐部会员现在就开始赢取彩券，离金门桥以北一个多小时嘅路程。River Rock大赌场，赢家嘅乐园。对加州而言，您的 SUV 够聪明吗？You can actually turn it on。当然，如果它是 Ford，可回应您的触控，可反映车后方的状况，并助您一臂之力。Ford Escape H 和 Explorer。 这就是加州式聪明，租赁一辆 Explorer XLT， 每月只需359美元。欢迎光临 ZT.BuyFordNow.com 或您的加州 Ford 经销商。AT&T 祝你农历新年行好运。AT&T 诚意为每一位家人提供更多优惠，包括每一位收利是嘅朋友，为家人用心准备嘅你。 代表着好运同如意吉祥，同家人共度美好时光，同别人分享庆典嘅你，我哋非常荣幸作为节日嘅赞助商。AT&T 喺农历新年祝你同亲友共度美好时光，祝新年快乐！ 可以讲一下，马上就要贺岁压轴会议。来到农历新年花车巡游现场直播嘅最后一节，镜头上见到嘅就系呢一条全新嘅金龙。这条是全新从香港打造的哦，以前的金龙全长是228尺。 现在这一条呢有288尺，都系好意头，以前就228，都有八，都有八就对了。对，没错，还两个八呢，可见有多快。刚才我哋就系见到呢一条喺上个礼拜五已经点咗睛嘅金龙，而家见到就系白鹤醒狮队每一年必定嘅指定动作，就系喺呢一个高台上边将一个非常之好意头嘅春联放落嚟。哇，已经准备就绪了。 现场的哇，出现了九年吉祥，还有呢，下一幅，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仲有恭贺新禧啊，恭贺新禧，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条全新的贺岁金龙。
真的很漂亮，而且更壮观了，好长啊！嗱，现场咧已经将个灯咧就熄咗落嚟啦，咁啊就见到呢条金龙咧系真系会自动发光，闪闪发光噶。是，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在夜色中闪闪的发光。希望大家呢在来年一切都可以一帆风顺。冇错。等一下还会再燃放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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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鞭炮，可能呢新的金龙的关系呢，我觉得呢即是光更加之亮，更加之好看，我觉得因为是全新的嘛，所以灯泡也是新的，没错没错比较强比较 powerful 哇，好漂亮啊，现场看真的是太壮观了。其实每一年呢都会见到它在这里就是闪闪发光啊，荧光好靓啊，但今年因为条龙身呢就更加之显得它显眼更亮，对，全新的金龙非常非常的漂亮。好了，见到它们开始准备好点炮仗了吧。今年呢马上就要燃放大概30,000枚的鞭炮哦，我很快就要听到30,000枚的炮声了。但我们在现场呢每一年他们放的时候后面都真的震的很大声啊，because this is the grand finale that is always so exciting where I get the privilege of lighting the firecrackers. They're gonna give me this, we're gonna come on in here, we're gonna we're gonna make sure this is a big production, so they want to make sure absolutely it is safety first, and so we're gonna take a couple seconds here just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absolutely in place. But really, what an incredible moment! Okay, here we go. We're ready. All right, backing up because here it goes, and it is spectacular.新气象，对，没错，我觉得今年呢除了条龙长了之外呢条鞭炮都长了好像点就是点不完的一直爆下去。非常谢谢观众朋友陪伴着我们现场直播2018年狗年哦，西南航空公司三藩市旧历农历新年大巡游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没错，我在这里也都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再一次恭祝大家在来紧的狗年事事顺利，生意兴隆，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样样事都好啊太厉害，我就祝大家十全十美，希望明年还能在这儿为您效犬马之劳，谢谢，多谢多谢，恭喜发财，祝大家晚安，拜拜，再见。西南航空公司三藩市农历新年大巡游是由 Riverlock Casino、Ford 和 AT&T 联合赞助播出。
Thank you.